我觉得就是。真的，我刚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就已经闻到嗯，非常非常香的鸡汤味，然后真我也替的，大家就是先，惊真喜的到很好哈，吃，因为确实给大家一整只哇！老母鸡炖出来的鸡汤，这真的味道是不一样。哇，这画面太治愈，那就把这人参吃了吧，好不好？我这一坨面也都吃掉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周深又和老搭档杨老师共同在直播间为康师傅好汤面进行了短暂的直播，虽然不到一个小时。但是内容却很丰富，周深和大家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味的周末时光。结束前，周深对生米说了暖心的话，并唱小美满结束直播。周深确实太忙了啊，这小子直播吃个面也能这么可爱这么帅。看见深深吃的这么香，已下单买了个带泡面碗的，再怎么看还是觉得这个最值得收藏呢。周深说随便了，大家按需购买知道吗？生米们答复明白。沉浸式观看周深吃播，我觉得就是真的。我刚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就已经闻到嗯，非常非常香的鸡汤味，然后真我也的，替大家就是先，品尝一下。哎，吃播周，哎，哇，我们全场好安香！静，好不好？我们听一下深深喝汤的那个吃播。哎，真的很鲜。因为我记得为什么我是这个反应，因为我第一次在拍我们那个宣广传，告，惊真喜的到很好哈，吃，因为确实给大家一整只哇！老母鸡炖出来的鸡汤，这真的味道是不一样。哇，这画面太治愈，主打一个投入。怎么会有人？评论区的宝宝们，辛苦你们自己去煮一包，好不好？不要只看着我们。好，最后给你一口的机会，我们要把它收起来了，好不一好？口因为我们吗？还有福利没我发只能完。一口了吗？我稍是微的，卷吧卷吧。那就把这人参吃了吧，好不好？我这一坨面也都吃掉了。欢迎大家点一下小黄车123号链接都可以哈。你多说点，你先说吧。啊，好，然后我们今天在。深深的周边有台历，有人形立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兑换卡。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扇子的话呢，可以单去购买。谢谢大家，可以了，深深，你真的把它喝完了。但我觉得这个这迷你分桶，量刚好，吃完吗？那我来讲一下下一轮的福利好了哈。啊，这一轮的福利呢，我们会给大家送出的也是亲签，把我们的康师傅老母鸡人参鸡汤面先 放你到一先把边。扇子拿过来吧。先吃口面的时间还是有的，马上我们会给大家来签这个哈，所以大家想要的话，吃完了，好棒。哎，那正好，然后一会儿我们会把这个亲签的扇子放到福袋里，所以点了关注的宝宝，哇，好满足，饿了。泡点生米，来，我们好，让先来，生帮我们再签3把扇子啊，完美人生。签完之后我们。作为歌手，自己熟练的放了伴奏，果然是实力歌手，清唱堪比演唱会，即兴演唱都这么好听啊！周深，多唱几次《小美满》吧，好喜欢，好想听现场。我看有人点歌哎，想听哦，小想美听。满。哎呀，哎呀，这个美满的日子，那这是美不满的是？日子，那我哦，那我们就中间来给大家来个惊喜环节，这个台本里都没有的，真的是我们完美人生小美满啊，好要治跟我愈一起唱哦，你会唱吗？我不配。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棉花糖，什么烦恼不能忘？既然是路一程，静静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想不必想，不用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人生。完美人生。今天晚上够了，太棒了，太美满了！听到了深深，哎，真的要感谢刚刚那个大，所以你看直播间每个工作人员都在这边陶醉的听，哎，摄像老师上班了，不要一个陶醉了。